非常的用心，他们每天早上6点就在我们三峡图书馆，天天在那边练，天天都没有人缺席。这些都是那前期的，都前期的。所以说，你看他们就非常的整齐。去年哈，去年我们体育总会的那个武术表演，哦，然后特地邀请了我们延吉舞哈，延吉舞到我们那个板桥体育馆哈，很多地方去表演我们的延吉舞那个。 哦，对，去表演那刚刚的一个摆酒很漂亮哈，非常的整齐，叫做连球。
马林桥总共去了一部游览车四十位哈，在那个板桥体育馆的北澳林哦，非常就受到我们那个体育总会的加那个肯定啊，非常的好，全场热烈的掌声哦，那希望我们呢是三峡的之光，我们现场的给他的掌声拍花起来，谢谢。这个表演啊，